to be my art. Ooh, I like to believe I must have forgotten. Yeah.
谢谢乡长，还有乡长带领的我们的公所的团队，以及我们的主席、副主席代表们、村长们、学校的校长们。刚刚呢，听完了我们的布农族的族人唱的歌曲，我觉得非常的好听。今天还有三位评审在现场，你们要辛苦了。不过听到美声呢，总是会过的日子非常的开心，对不对哈？好，今天呢，我们马林巴利哈，这个感恩季哈，很高兴我们每一次都会来。因为秀林乡呢，今天也是所有的德鲁古的族人在今天呢，都是要感恩上天，感谢主灵，让我们今年过得非常的丰收，也期待在今天的感恩祭里面，来自都会的孩子，来自部落的孩子，我们大家都能够记得要感恩，然后也借着今天呢，我们大家互相的交流，把美丽的文化传承下去。在我们外游乡不仅仅是我们的德鲁古，我们还有布农的朋友，所以今天我们从中央也有来布农的族群代表，我们也给我们布农的族群代表给他掌声鼓励鼓励，欢迎辛苦了辛苦了，乌尼纳米古米沙，德鲁古布，欢迎雅古德鲁古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我们的高进区委员。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的。好，总经理说一说。怎么了吗？啊？现在怎么了吗？对，你总经理说一说，因为你刚才东西要在这个地方要摆放哦，你到时候你这样做堆放杂物哦，我们再给你开单啦。等一下，如果我们告诉你还没有收的话，你就请进来对了。你可以看一下，上面有吗？这开什么单？我问你，我现在在开什么单？摆放足以妨碍交通啊，这人行穿越道。我现在已经告知过你了。那你摩托车可以骑到人行道上啊？啊？你摩托车可以骑到人行道上啊？我现在执行公务啊，就在。现在执行公务啊。我们现在给你开单，你怎么讲？而且你可以录，跟他录，你可以录。哎、啊，反正你看，你现在你们在妨碍，在妨碍自由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没有妨碍自由啊。我们现在是开，我们依照规定给你开单啊。我是开。那我们可以看，我跟你说。你不在人行穿越道地方放置设置或者是放置妨碍交通之物，就是请那个交通之物，就是会请那个切队来，然后这样子哦。啊，你没有关系啊，你觉得不行，你要申诉也没关系。先跟你说，你可以移到后面。我为什么要移到后面？我做。